神舟十四号报道，皇族已顺利进入天河一号核心舱，中国太空家园现在由我们值守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核心舱，很快就会迎来问天和梦天，到时我们将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，那是我们的太空家园。我们一定不辱使命，精心操作，圆满完成任务，请党和人民放心。